啊，有奖品的，这个要给钱吧？应该。哦，口香糖绿箭，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个。OK， 这种游戏啊。那个。这种游戏啊。哦。啊？中了这么多啊？还不错，我张文 ，OK，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张瑞，张嗨呀，龙十五万啊 ，OK， 啊 ，iPhone。iPhone, no iPhone, 不见了，丢了，丢了，丢了 ，OK。谢谢。还重了一点啊啊啊！那，哎，玉 ，Yes， 玉，阿姨，嘿，哟 ，OK。那你拿，我拿不了这么多。哦，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项目了，没有了，在这里就上去了。哦，对面那里是玩什么？对面还有一个项目。哦，前面还有啊，还是挺大。你要说什么？你？动物公园，哦，愿意去吗 ？OK OK Go Go OK OK， 哦，另一边是动物园，去看，我们去看一下吧。总大秘书在这边。啊啊 ？OK OK， 可以了，没事。没黑呀，没黑，可以，啊 ，OK， 哦，这个画像来的，画这个应该要很久了，你想要，你想要，我 no， 你 no， OK， 哎，这里是干嘛的？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哦，上次之前我玩过这种虚拟的。哦，这里很凉爽。OK， 在这里坐一会。好了。坐一。啊。啊，这个怎么玩呢？还要带眼哦，3D 的，这是3D 的眼镜。呀，还要把安全带呀。哎，黑漆麻烦，我还没有把安全带。哦。这样啊，这有点夸张。我给你们看一下屏幕啊，我不知道拍的应该也不行，这个东西会一抖啊，头晕的要命。不过这里有空调，挺凉爽，很棒。就这样的，哎，我就不录了，没有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不好玩。这黑漆麻糊的，太黑了。OK 了。不好玩了。这么好玩，这些东西。
你想你要哦，全部把这些项目搞定。我好像我们是1点钟进来的，现在差不多4点了，还没全部搞定，可能你可以玩6-7个小时，真的能玩一天呢，还真的可以玩一天。这是玩什么的？这有衣服，哎，几块钱？这来玩 ？OK。里面很冷吗？我带一件进去看一下吧。这，臭，应该很臭吧？我顶。去啊去！我看一下受不受得了。忽然忽冷忽热，啊？不会吧，这样啊？啊？有这么冷吗？我感觉也应该不会有多冷。哦，这样，哪有多冷啊？冷你个鬼！这越南人不耐冷啊，这越南人，这是冰，越南人不耐冷。漂亮啊，漂亮啊，呵呵，哪有多冷啊，你看他多冷，不耐冷哟，啊，我帮你 no 冷就这样呢，冰天雪地哪有多冷，刚好给我的相机降降温，刚好给我的相机降降温，看一下里面，但是等一下出去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真的不冷啊，真的还没有觉得冷，就是很凉爽，我都还没有起鸡皮锅啊，这样的。哦，现在开始有点冷了，现在开始有点冷了，哎，我还是穿上，等一下感冒完蛋。这衣服好臭，我还是穿上了，怕等一下感冒。越进来越冷，刚才在外面不怎么冷。这前去冰做的这个冰糖，哎，还值得哦，这100，耶。我冷了，冷了，越进来越冷了，在外面门口那里没有这么冷。我实话实说啊，真的还值得，他这100块，90块人民币一个人啊，真的值得，值得带妹来玩。哦 ，Lucy Jacko Lucy， 看到没有？铁达尼号啊，铁达尼号的船。哦，我以为还可以上去的，我以为可以上去的，上不了。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哈，还是挺漂亮。咦，你冷？哦，还是挺大，这边也有，还可以，还可以，就这么多了。哦，好冷啊，抱一下我。OK， 这里是产品了 ，OK 了，这也太冷了。Hello。Yes。Hello。你好。Hello。哦。是中国。啊耶，中国。Yes。这是观音，这是如来佛，不是观音，搞错了。现在终于开始冷了。哦啊，我帮
你一你你上这里我帮你 cut 你又你又可以吗真的 no 啊我帮你啊聪明他怎么知道我不会拍照让我做手机支架他知道让我做手机支架OK 啊你还去哪里 OK 我哎我帮你咔嚓咔嚓我帮你咔嚓 OK 你 OK 啊我帮他做手机支架还是挺好还是有点用的哈哈哈哈哈就这样吗帮他做手机支架漂亮 beautiful wait beautiful yeah ok good No, no. 啊，不拍了。你，我靠，这么猛吗？这么猛吗？这待的越久越冷啊！刚才我刚进来的时候不觉得冷，现在就觉得就很冷。啊，让他自己拍。哦，这个床头。在床头这里看到没有床头这里再陪他去玩玩哦刚才我们不是来过吗哦这可以做呢 OK 哦北极熊啊现在应该在零下2度应该有我从来没有敢我没有玩过这种东西啊我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冷我看一下我的镜头这镜头刚进来的时候起雾了叶战朗说等一下出去也会起雾啊还挺漂亮咦我这些人都舒展不及的其实越南人很怕冷 OK 啦 OK 啦终于完终于搞定一冷一热零下2度应该零下2度在零下5度吧里面突然耶、yeah, yeah. 突然出来30多度你想一下会不会感冒还有挺真的挺多东西玩的啊没事应该镜头起雾了没事啊刚才我的镜头也起雾了叶战朗说等一会就好了等一会OK 安去吧好还好啊这是在越南啊我靠如果是在中国的话那就破产了 OK 吗10万50 OK 如果是在中国游乐园呢、啊、那就麻烦了
越南这边游乐园的消费还是挺良心的，2万5块。啊，他拿了两条，按到啊，碗到，啊碗，OK， 我哎，我啊，这个 no， 哦 ，OK 啦。我想吃雪糕，我不想吃这个。但没事 ，OK 啦 ，OK 啦。我们还有东西漏在那边，他忘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漏在那边。刚刚你中的奖品。OK。行吗？刚刚你中的奖品，我以为你不要啊，小心。OK。对不起。哦 ，no， 那是你的奖品。行吗？我要不吃那个东西。啊，昂，你昂。我按这个，我按，我抽烟你吃，肉吃大肠啊，好吃吗？好吃吗？温和。温和。漏了东西。嗯，你吃啊，你吃啊。OK， 现在我们应该去动物园吧？我们玉阿玉阿玉，那里 OK， 他越南的名字很难喊的，我不知道怎么叫，反正他是叫阿玉。这还一袋刚才种的，也是他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喜欢那种东西。现在往这里走。听说是动物园。嘿，车。你去吧，我不喜欢吃这个大肠，吃这个辣香肠，感觉他很喜欢吃这种的。哦，有，这边还是挺大的，这动物园大。我靠，这动物园你看多大，应该就这么多了吧。最后玩这个动物园就走了。哦，还有长颈鹿啊，我看到长颈鹿。OK。哦，那里还有一个项目。这边还有一个项目，那个车，那个应该也挺好玩的。但算了，我不玩那种，我还是不要叫他玩。哦，里面还有，这动物园这么大吗？哦，现在进鬼屋，你要进鬼屋玩。哎，兄弟们，下次如果你愿意，可以带来这里，真的可以玩一天，真的可以玩一天啊，这地方。好吃吗？他吃完了这两条东西，好吃啊！我不吃，你吃吧。
去玩再去下去玩。哦，现在进鬼屋看一下。哎，这样的，还好我这台相机够光，一串底就是不一样，里面拍，呵呵，里面拍的多亮啊，看到没有？OK， 其实里面挺黑的，没事，不用怕。啊，这可以啊，这样哈，这可以啊。没事。不灵。看不到，看不到。开灯，要开灯才能看得到。这里面看不到。Yes. 哎，带 ，OK， 哦，可以带妹来这里不错 ，OK， 哈哈，他为什么喊？我开一下吧，要不然看不到，确实还有点黑。这一点灯都没有。这鬼屋里面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反正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靠，这东西转得晕啊，转得会头晕。这什么东西啊？啊！我靠，照这东西不知道会不会黄标。我感觉应该会黄标，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其实我第一次进这种鬼屋，没什么特别，应该就这样玩玩。你怕吗？啊 ？OK。现在要来玩这个吗？这个是哦 ，OK， 这个应该也没什么的，我没人玩了，没有看到有人来。哦 ，You like？ 这个应该没什么吧，也不高。I like。啊 ，OK， 你喜欢就行了。你喜欢就玩呗。好玩吗？咦？这个东西好像没人来玩了。我看一下，让他自己玩嘛，我不想玩。应该停了。哦，要等人才行呢。你 OK 哪个这样啊？他要想我陪他玩，哪个这样？你玩吗？嗯，我
我要看行李。对不起，朋友。行吗？我要看着这些东西了，等一下丢了怎么办？这个这个肯定不会怕，这个很矮。OK。好吃吗 ？No。我口很苦啊，我不玩，玩这些东西还是挺累的，我实话实说，还是挺累的。哦，现在也有几个年轻人来了。他把我的水都喝光了。OK。OK OK OK。啊。你那里还来不着？哎，进去吧，看。叫一个人来叫老大豆。哎，放手机进来，要不然。啊，两个人在这玩家呀。嗨嗨嗨嗨 ，OK。anh ơi, đồ quan trọng có đem theo được không? Có tiền bạc. Có. Có gì à? Ở đâu? Cái gì đó? Ở lò của đây nè. Ở trong mình đó. Hả?太累了，我们走了，找个地方喝点东西。现在是下午的5点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要回到坐船这里了。从那边走出来，差不多10几分钟啊。我怎么感觉要关门啊？哦，这边挺多，应该有东西吃。啊？不一样。OK。OK。就在这里坐一会。哦，这里 OK。我背着他这包东西，太累了，10斤重。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喝。这里的东西大概，哦，最贵有8万了，最便宜的要6万了。最便宜5万8，6万。哦，扎针，扎针。然后，喝杯水，坐一会，然后吃饭。他应该也累了，这今天玩得太疯狂了，很久没有玩过这么疯狂。IP 应该他也很累了，他也不想说话。今天开心吗？Hôm nay vui không? OK， 你是不是很累了？Cậu có thể không? OK， 现在附近的人啊都走光，没有看到有人了。没有人。OK 了，走人，休息一下，走人了，累了，玩了一天了，从1点钟玩到现在，玩到现在5点了。